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金。今天要来做什么呢？今天要来开箱我们的白斑姑婆芋。这一颗是我们招牌的白斑姑婆芋，然后 Olokasha 这一属啊，就是姑婆芋这一属，包括观音莲，他们都有一个蛮特别的繁殖方式，就是它可以透过侧芽还有籽球去繁殖。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我们这一颗种了一年多两年的姑婆芋到底可以开出多少籽球，可以繁殖多少姑婆芋。那我们现在就来动手把它拆开，然后把盆子倒出来，然后去看里面可以拆出多少籽球。太可怕了吧。看这个，这球都是籽球耶，连那种就是边边，就是像这边都可以看到紫球的踪影，但可惜它都埋在里面，没有办法生长。你快点摘吧。那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紫球。那你看这个，另外这个。哦，好。这个 QQ。好。单龟。快点，好龟裂。哎呀，来猪藤，随便剥就一堆。就是这一颗真的种很久，然后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空间受限的关系。原本你看这边的茎这么胖，然后后面的叶子就越长越小，然后茎也越来越细。真的，这边这个盆子真的太委屈它了，然后还要分很多养分给其他的侧芽。哦哦，这个好大颗哦！哇哦！好像差不多了，先把母猪请到旁边去，然后来看看我们剥下来的土有没有遗漏的籽球。看起来挖的差不多了。那其实我们刚刚在挖的过程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的籽球都是着生在盆子的中上层。籽球是从姑婆芋的地下的变态茎发育而来，所以大部分的籽球都会着生在比较中上层的位置。那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比较多的籽球的话，建议其实可以用比较浅然后比较大的盆子，应该可以获得比较多的籽球。那其实不止姑婆芋，观音莲也是同样的繁殖方式。那我们就来算算看，我们这一盆一年多都没有拆的姑婆芋到底可以产出多少籽球。那我们就来算算看，我们到底有多少籽球。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猜猜看，我们到底收了多少籽球？我们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好，时间到，答案是313颗。313。
那我们接下来啊，就要把籽球都种起来。那在旁边有长出比较大颗的侧芽，我们就把它们拿出来抽奖。那详细的办法，我们就会公布在粉丝专页跟 IG。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我是阿金，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